对改变有多开放呢？这个问题是 Jefferson。我相信人有无限的可能，所以改变一直对人是很开放的，你随时都可以想改变就改变，就看你想不想改变。一个念头，一个动作，就可以从现在开始。我觉得人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去适应任何环境、气候以及那边当地的水土风情。所以就像我来说，我觉得改变很不容易，我星期一三天后就要飞去澳洲，那这对我来说一直都很不容易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。那我最放不下去的当然是在这边的朋友、这边的家人以及各位在座，因为相处过，所以知道你们对我有多关心。但我也知道，要改变才能看到不一样的自己。改变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因为你看到了更多的可能。所以我觉得改变很困难，但改变一直都让你有机会看到不一样的自己。